叫刘邦，61岁，出生在一个叫沛县的地方。我是汉朝的皇帝。陛下，皇后，辛苦了，戚夫人。什么事？陛下，我把韩信带来韩信一直说他是在薛城第一次见到的我，我完全没有印象了。我只记得我见到了项羽。贵族的身份，英俊的相貌，
强壮而勇敢的身体和最强大的军队。当然还有最美丽的女人。那时的她已经是反秦义军的领袖了，是活着的传奇。而我和韩信还只是街边的老鼠，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加入项羽的部队。猴子，以前没听说过你，可自打你一起兵开始，就有人说你是龙子，头顶着云彩，走到哪儿都电闪雷鸣。都是我媳妇编的。呼风唤雨，你有本事啊。大将军，跟您说实话吧，我这次来接兵就是想把我老婆孩子还有兄弟他们救出来。您要是信不过我，那我告辞。放走他，将来必成后患。大将军饶命。拿下！拿下！谁敢动我们家屁股？谁敢动我们家屁股？这些是我从沛县带来的兄弟，山野村夫，没见过世面，要杀就杀我一个。我杀过人，别过来，我动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听到没有？我杀过人，我告诉你，听到没有？叔叔，我们可以借兵给他。这人杀不得。我给你五千兵，你去拿下丰邑，救出你夫人之后，与我们会合。好。
你是谁？陛下，我是史官，是负责记录您一言一行的。给谁看？你给皇后看。陛下，记史是留给后人的。那你给我写好点啊。是，陛下，您说什么，我写什么。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成为和项羽并肩作战的兄弟。那时的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。灭秦！灭秦！灭秦！说是龙的儿子，这是差点害死我。他们全都给我杀了！封印的脏兵的脏官全杀了！屠城！盔甲很漂亮。项羽送的。邻村曹寡妇跟你有个私生子。有这回事儿吗？我在外面干的是大事儿，灭秦。灭秦不耽误你找女人？没有。爹，爹。左浩，就是这个孩子，叫刘肥，你没见过吧？
他母亲没了，我把他接了过来，是你的骨血，我就会照顾。我他妈喝多了，男人在外面每天脑袋别在腰里，这种事都他妈难免。行，我错了。醒了。 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在山坡上追逐我的孤单的身影，我的妻子。 几年过去，我和项羽从出生入死的兄弟，变成了水火不容的敌人。 被项羽抓去做了人质。七年后，当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。 小何，他们等了好长时间了，都上来。 这是寝宫，不是上朝，都他妈给我上来！我最近啊，老是做噩梦，睡不踏实。我也睡不踏实，陛下。让你说话了吗？ 你们跟我打了这么多年仗，都有功劳，但江山让我一个人得了，能痛快吗？陛下，臣等绝无二心。那韩信呢？还关着呢。
关着呢，已经被您关了六年了。这么厉害，不还是让我给抓了吗？你是龙的儿子，我韩信只是个普通人。忘了，看紧点儿。是，陛下。陛下的意思，是不是不让他回封地了？你看，住我家吧。上下的主意，好。左右的用力，好。慢慢的拉起，好。下面的用力，好。注意脚地，好。老兄，你怎么老花钱弄这些没用的？陛下，长乐宫钟楼是皇后要修的。再说您现在是皇帝，得有个起码的排场。我这辈子能够住进这里，已经足够了，别瞎折腾了，拿开。这里以前是秦王自行的宫殿，还记得吧？记得，陛下。谁能想到啊，咱们这伙子人能把秦朝的皇帝轰出去，住进这里。这里有秦国每一个人的户籍，还有秦国所有的律令文书、档案图存。刘季，刘季。
氏字季，沛郡丰邑中阳里人，生于秦昭襄王嬴稷51年，以嗣，父刘湍，大哥刘伯，二哥刘仲，弟刘交，其妻吕雉，育有二子，曾为泗水亭长。将相，宁有种乎？派人封锁函谷关，封锁所有进入关中的道路。沛公绝对不行。项羽联军马上就到了。先入关中者，为关中王。这是我跟项羽约定好。有错吗？他们这些公子王孙，他们凭什么每天就在这里边装神弄鬼？我早该死了，秦王在我手里，但是秦一统天下的理想不该亡。我求求你，沛公，让这个理想继续活下去。带走！我求求你，沛公！在城里找出好的地方，把他安顿下来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我的了。大哥，大哥！怎么了？今天我给陛下施长生丹，突然腿就没知觉了。药不急，韩信还老实吗？没那么傲气了，他成天把自己关在屋里，闭门思过呢。你，韩信。萧何，你们三个是我能得天下最重要的人。后来韩信有了二心，被我收拾了，然后你就病了。一病病这么长时间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陛下，子房，这么多年，我只要听你的。就顺，不听你的，就肯定要出事儿。萧何，把所有的都拿走，一件也不留。萧何，谁让你动情我宫东西的？放了你是？沛公在哪儿？夏侯婴，让开！真不能让你进去。你不让我进去，明天一早，沛公必死无疑。谁？干什么？是我，张良。张良，我这一会儿就完，啊！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。
什么意思？项羽来了，项羽的40万大军已经破了函谷关，明天一早进攻巴上。我的部队呢？跑的跑，想的想，都没了。这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？项伯兄，哎，我不是来看你的，我是来看张良的。项伯兄来见我是劝我赶紧逃走。项伯兄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反向大将军。我听说你都住进秦王宫了。绝对没有，沛公一直住在巴上，从来没有进过秦王宫啊。项伯兄，张良说的对，我从没拿过秦王宫的一针一线。好，我信。大将军信吗？范增相信吗？项伯兄，沛公实在是冤枉啊！你要真救不了他，我张良只能跟沛公一块死。我求你想想办法吧，项伯兄。明天一早，40万大军就压过来了。你这二半夜的，你让我……项伯兄，救救我！不是，我冤枉，我他妈太冤枉了。项伯兄，您有个儿子，我有个女儿，咱们结个亲家。我从没想过要谋反，这回您信了吧？要不我今天晚上赶回去，跟大将军再说说。太谢谢你了，项伯兄。不过，明天一早，你得亲自去跟大将军说清楚。沛公，明天我陪你去。告辞了。慢走，不送。来见陛下，我今天也给陛下准备了一个小玩意儿。来呀，好了，下去吧。摄元侯，我这次请你来，就是想问问你，当年为什么韩信会从项羽那里逃走，跑到我这里来？陛下，这件事儿微臣真的不知道啊。可是你以前姓项啊，你是项羽的亲叔叔，你们是至亲呢。是吧？记下了吗？记下了，陛下。韩信是从鸿门宴之后跑的，那时候刚刚灭了秦，正是项羽如日中天的时候。韩信怎么会选这个时候来投奔我？他的历史不清白呀，陛下。很厉害呀！很多真相永远会隐藏在黑暗里，比如韩信为什么放弃项羽来投奔我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从没想过要杀韩信，否则我就不会把他关上6年。
但这些人让我知道了韩信的危险，我感到我心中的怒火被点燃了。韩信最近上朝了吗？好像上朝了吧。放屁，他就上了一次朝，就一次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听子房兄说淮阴侯。你跟子房的，你们两个最护着他了。我虽不上朝，可是我什么事情都知道。这兔崽子就上了一次朝，还他妈哭丧着个脸，他给谁看的啊？你说是不是给我看的？陛下，您这都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？我能告诉你吗？我就问你是不是。闪开，滚，我他妈杀了他。陛下不行啊，可千万不行啊。陛下，如果没有淮阴侯，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。他帮助我们杀了我们最大的敌人项羽，还为我们夺得了三分之二的疆土。杀了淮阴侯，天下人怎么看我们呢？我他妈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个。打天下，人人都有份儿，人人都有功劳，凭什么是他韩信一个人的？让开！陛下，陛下，在陛下。你是皇后，我是。秦王的玉玺献给大将军。那也是。
是我一生中最黑暗、最恐惧的时刻。
你到底进没进过秦王宫？我没进过秦王宫。你肯定进过秦王宫。 都是他的阶下囚。我在漫山的枯草中狂奔，但我心里知道，是项羽放了我。他知道秦王宫是一把钥匙。 可以打开每个人心底的欲望。我相信韩信的欲望，就是在那天被打开的。 是池锦郎中韩信。韩信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大将军，恕罪。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全是假的。他进过秦王宫，这个骗子。 在鸿门宴上就应该杀了这个王八蛋。他当然进过秦王宫，我早就猜到了。你不知道任何人不得私进秦王宫吗？ 你也想学刘邦？ 你说实话，刘邦进过这里吗？你不说，我会杀了你。今天。 我也是才想明白，为什么子婴要带我进秦王宫。他就是要在我心底种下欲望的种子。等这颗种子发芽了，我就会变成他复仇的利剑。
王。这里曾经是秦王的宫殿，很多人劝我留在这里，我不会，我会烧掉它，省得大家惦记，省得还有人也想当秦始皇。我们推翻了秦，不是为了当下一个秦始皇。秦始皇统一了天下，他要求天下人穿一样颜色的衣服，坐一样的车，写一样的文字。他要把天下千千万万不一样的心变成一个。大多数人一生都看不透自己，就像我当年在秦国小镇丰邑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像井里的水，卑微而平静。而当我进了秦王宫之后，就彻底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我看到了自己心底像大海一样的欲望。今天我把天下分成了19块，分给你们，跟随我共同推翻秦朝的弟兄们，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吧，用你们自己的文字写下你们自己的历史。封长史司马欣为塞王，辖咸阳以东治河，沛公刘邦首入关中，秦秦王子婴功劳最丰，今封为汉王，辖巴蜀汉中地，建都南郑。我不知道项羽为什么没有杀我。他也没有杀韩信，他放过了韩信。贵族就是这样，他们只能看到自己的光芒，却忽略了别人的欲望。于是韩信这名普通的侍卫离开了项羽，加入了我的军队。在萧何的举荐下，他成为了我的大将军。5年以后，我和韩信让项羽知道，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。
我回去了。 今天已经不早了，大家早点回去歇着吧。 陛下，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有人要杀我。
你杀了，你别害怕，去休息吧。杀项羽的人不是我，那个人还活着。出去。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城中谣言四起。都说些什么？说你快要死了。不可能。朝中很多大臣都赶去拜见韩信了。要这些人有什么用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见见他们，我还活着。让韩信来，让这个兔崽子来见我。你知道叛贼陈豨离开都城前最后见的人是谁？淮阴侯韩信。他去了丈量家，见了丈量韩信，回去就反了。丈量不可能。丈量绝对不可能去了丈量家。丈量家的家奴，现在人心惶惶，你去见丈量，只要他和萧何不动，就没问题。你做我的步辇去。臣张良叩见皇后。陛下说你一生清贫，让我过来把这个宅子收拾收拾，送给你。谢陛下。韩信是老臣，陛下为什么要杀他？陛下要杀人需要理由吗？可他是韩信，如果没有理由，怎么让我们这些老臣信服啊？当初韩信是项羽的手下，他投靠了我们，帮我们杀了项羽。这种人，就算今天不反，明天一定会反。韩信不会反。如果他想反，当年就反了。当年他坐拥七十二城，兵力超过陛下和项羽的总和，是我把他拉回来，灭了项羽。现在让我杀了他，我做不到。皇后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即使大王很欣赏你，但他确实对你不放心。你伸手问他要齐王，把他杀了。我帮大王打下了半壁江山，又帮大王除掉了项羽，一个齐王算什么？Thank you.
先生天天在家里炼丹，不是因为你的心已经死了，而是你想让大王知道，你老了，你病了，是一个无欲无求、对大王没有威胁的老人了。你骗不了我。你太锋利了。如果一把剑太锋利，不仅能够伤了别人，还会伤了你自己的。你知道我跟大王哪里不同？你知道我跟你们哪里不同？我觉得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。你还记得当年我们起兵反秦的时候常喊的口号吗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求求你了。韩信兄，这句话你永远不要再说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陛下软禁韩信六年，就是想把他的心变过来。他变了吗？他没变。陛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也都老了，可他韩信只有35岁。我们呢，总是想维持现状，可有人总是希望推倒重来。这是命，谁也改不了。项羽是我一生中见过最高尚的人，他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杀掉陛下，甚至杀掉我。可是他没有这么做，他放了我。他甚至放了陛下。结果呢，他的身体早已经成为了白骨，只剩下冰冷的盔甲，在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道理。不要变成项羽，不要把活下去的机会白白丢掉。你再好好想想。皇后，韩信指挥过的军队中还有13个将领掌握兵权，把他们派到西北边疆去平叛。韩信的谋臣快车能言善辩，是个极大的隐患。如果韩信听我的话，哪有你们今天？最重要的是萧何，他跟韩信死交神秘，在朝中一呼百应。
该怎么办？我想想。王后啊，当年陛下许给臣的娃娃亲还算数吗？让我想想。完了，我看了你们写的鸿门宴，有太多的谬误。大汉建国史，这是后人要看的，不能出错，懂吗？丞相，每一段史我们都是请还欠债的当事人亲自讲述。鸿门宴我们请来武阳侯樊哙。我说怎么把就陛下的所有功劳都记在了他的头上？项羽帐外有300持戟郎中，帐内28死士，樊哙一个人能冲得进去？哼，他要真有这本事，我们早打败项羽了。你们写了樊哙张良率100护卫送陛下去鸿门宴，一进项羽军营便交出了全部武器，可樊哙进入项羽军帐时手里居然有一面盾牌。谁要杀我大哥？这盾牌是哪儿来的？鸿门宴上，项庄要杀陛下，张良帐外求援，他竟然可以带着樊哙安全通过300持戟郎中而不受任何阻拦，为什么？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项庄有剑，这点我没疑。但是项伯挺剑而出保护陛下，这我就不懂了。这是一次宴请，按律任何人都不得佩剑，项伯的剑是从哪儿来的？修史的人要对得起历史，否则我们的后人会在你们写的历史中看到什么？起来吧，都起来。其实当年在鸿门宴上一直有一个人在秘密地保护陛下。项羽知道他的手下有很多人都想杀掉陛下，于是他派出了一个人在鸿门宴上一直暗中保护。Yeah!
这个人就是当年项羽帐下的持戟郎中韩信。我让你们写的你们都记下了吗？为什么都不写？放了你们！丞相。哦，丞相，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你说这些都是为了淮阴侯韩信，对吗？可淮阴侯韩信的历史已经写完了，我看就不用再改了。写完了。来人。年春，淮阴侯韩信聚集囚徒家奴，欲夜袭皇后及太子。等等，聚囚徒家奴欲袭皇后太子，荒谬，太荒谬了。被皇后诛杀于长乐宫中室，灭三族，年35而终。你们这是，你们这是。皇后，张良相伯马上就要来了。他们可以证明韩信从来就不曾谋反，即使在鸿门宴上他也曾救过陛下呀。你们都听好了，一会儿他们来了，把他们所有的话都给我记清楚，这要给陛下看呢。我要给陛下看。丞相，留侯张良今早腿疾复发，恐怕来不了了。射阳侯相伯怕也是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念。汉十一年春，射阳侯相伯入长乐宫进上，上念其老迈且有功，以刘姓赐之，归御赐于市井。这绝不可能，相伯正在来御史寺的路上。丞相，书上有时写的也不一定对。是是是，那当然。
兵皇后。丞相，射阳侯项伯今天中午确实被刺死在大街上，臣亲眼所见。看来书上写的还是对的。皇后，你们是不是把我的也写好我跟陛下说过了，你的让你自己写。我要见陛下。陛下身体不适。我要见陛下。陛下身体不萧丞相，皇后说时候不早了，要开宴了，您该去请淮阴侯韩信了。谢皇后。
侯今天设了晚宴，让我来请你。韩信
请转告陛下。淮阴侯韩信串通陈豨等叛将谋反，聚集囚徒家奴，欲夜袭皇后及太子，罪不可赦。谋反，还不是你们说了算？念其战功卓著。赐他权势。Thank you.
这事儿差点害死我。我把海鲜带来了。他说沈诺了。我叫刘邦，我是汉朝的第一个皇帝。在我61岁的时候，我讲完了我一生的故事。从一个普通人到一个皇帝，我不会知道在我死后，我的妻子会杀掉我3个儿子。我更不会知道，400年后，我的帝国也会消失在这片土地上。很多人说我的命运是从鸿门宴开始的，他们错了。我的一生都是鸿门宴。可是现在终于可以结束了。